Hello， 大家好，你看下去，哇，这个盖亚是坏的吗？哇，这是什么？谁要偷信了？这两个人神经病。哎，为什么我们不是朋友吗？对。来啊。哎，你是阿古罗还是谁？哦，你是盖亚。为什么兄弟要对战？对呀、啊。哎。等下，我们还能在天上打到大招的，出大招。哇。来一个，嘿，加油啊努力啊，加油啊努力啊，加油啊努力，哇，哇，他好强哦，很强吗？对呀、啊，你都打不过了，你不是牛吗？确实很强，那你还我是不想打他，因为他也是奥特曼，因为他也是你的兄弟啊。对呀、啊，你好弱你，被他打得这么惨兮兮的，你会很强吗？哇，他还会挥，你就哇被他踢死了，哇完了，这家会死吗？他中拳了，好像这样是中拳了、哦，哇这会死吗？看是要输了，重拳重拳重拳啊，哇被他重，好阿姆跟他硬拼，我跟他硬拼了，来吧拼起来、欸、你血都还没人家多，你跟人家斗会不会死了，就不用阿姆的，你死了、啊、就你要跟人家比这个，他也掉下来了，你跟人家比这一张，你就是找死啊！你，什么？因为血没他多是吧？对，来，拿着，你啊，你不是很强吗、啊？你，等一下，他血没你多，你就这样，对，就是这个，不能坐以待毙，我是杰德，不能坐以待毙了，是这两个坏蛋在，又来这一招，这里打架，不，不，不得不去帮忙。对，盖亚加油！哎呦，怎么打我头痛，真刺！你要不要打得我这么惨？你不是很牛吗？你不是很牛啊？我就是 KO 他的。你不懂，我不懂得用盖亚。嗯。我不用一直。必死了。除非他跟你比那个。飞天，哇！他没跟你比飞天吗？哇，这么少的血，那怎么行？那这怎么打得过他？哎呀，你又跟他比那个大招，你岂不是找死？哎呀，输了！都已经警报声已经出来了。这个比那个打飞球还厉害，还难吗？没有盖亚我不懂得用，盖亚太难用了。我觉得没有这么简，没有这么难的，最后才是难的。哎，你用那一张踢腿来做。哎，别放招，要随机应变。要随机应变是吧？不要。是行吗？可以。你跟他比拳，拳你就是找死。我加油，努力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盖亚是必胜，盖亚必胜，盖亚必胜。还想必胜？他已经要中拳了。哇呀，好猛！不要。完了，必死无疑了。没有、啊、哇黄了，最后一次机会了、啊、哇又来又一脚，你难道不能给我一点机会吗？我一看又是你黄了吗？
哇，死了！这条可以今天结束，拜拜。